嗨，姐姐。嗨 ，Angela， 跟姐姐回来把你带回美国好不好？你要是心里面也想跟你姐姐去美国，那你现在就跳下来。嗯，那咱就不去。过几天不就要带她走了吗？买这些东西干嘛？人长大了，在美国待得不开心，想回国了。我们各自规划各自的人生，不 OK 吗？大人总是自作聪明。我觉得你对大人有偏见。你要是想把 Angela 留下来，为什么不直说呢？亲爱的女儿，爸爸虽然不想失去 Angela， 但是更害怕失去你。爸爸爱你。And fly away.